他从排队到拿到货一个半小时，究竟是啥个好吃的么子，让人家排一个半钟头的队也坑的。假使侬讲是德兴馆的鲜牛肉饼，那就不奇怪了。中华老字号德兴馆大家侪晓得，伊拉店里向最出名的是花枝大花生，但是东京的朋友侪晓得，伊拉屋里向做点心相当出名，特别是伊拉屋里向的鲜牛肉饼。有人讲没吃过伊拉的鲜牛肉饼，赛过中秋节没过过呀。德兴馆的鲜牛肉饼啥道理噶好吃？因为伊到现在还严格遵守老早的制作工艺，一道也不少。而且做月饼的师傅年纪最轻的也至少有的将近廿年的工作经验。伊搿个外皮需要特定比例的混合豉油面，它油面两种经过三遍的手工灌制做成功。吃过伊拉的月饼，侪讲伊拉只酥皮好，不油不干，正正好。再看伊的芯子，用的是隔花的猪后腿五花肉。而且芯子扎实做了大了不得了，还有的弹性，烤出来以后香了不得了，扎实也多。今年德兴馆出了新花头，除脱鲜牛月饼以外，还推出了一款南乳鲜肉月饼，伊里向是加了一定比例的红的植物露。搿只植物勿是一般性的植物，是广的植物，交关人从小吃到大的，好吃勿好吃，用勿着我再多介绍。好了，胃口被吊起来了是吧？那么好消息来了。就是现在，侬只要点击下头的购物台，侬用不着排队，就好买到德兴馆的搿个两种月饼了。另外要提示一点的是，月饼买得来的是生皮，用不着担心，侬可以根据包装袋高头的提示加热就可以了。做出来的跟门店买得来的一塌糊涂。好了，请大家抓紧，我闲话还没讲光，已经有人开始下单了。我在上海，大家都在。